聊聊天吧。黑色圆圈挂脖背心，是我身上这个还是哪一个啊？你说的是我身上这个吗？我身上那个背心啊，我身上那个可能要进一下抖上的那个粉丝群里面。我这个我们店铺没有上，我们要进一下我们那个旁边平台的那个粉丝群，你加一下，我们通过我发到群里面，然后我可以给你说是这个。卖啥呢？聊天。暂时想拍的话可以去店铺里面拍，就聊聊天。看展穿的那件在那个是娜娜家的，宝贝，那个是娜娜 Jacqueline 她家的，你们可以去她家。我用瘦脸是不是很奇怪啊？我要开瘦脸吗？瘦脸好奇怪啊，我少不开了吧。请问主播会滑雪吗？主播会滑一点点，我会滑一点点，不是特别会滑。衣服的话，经常到北京吗？不经常到北京，我只去过北京两次，一次是转机，然后一次是跟朋友去玩，我就去过两次。有什么好可惜的？可惜没有见到你吗？那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谢谢宝宝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个橱窗哦。然后你们如果要拍的话，记得去旁边平台的叔叔上，因为旁边平台的叔叔上我们有618的优惠的价格，价格已经改好了，这上面还没有改。我们聊聊漂亮问题吧，宝贝们。要不把车下了吧，我这上面也不是完全特别想挂车，先把它下了吧，就聊聊天就好。好了，我把车下了，我们聊聊天。我这个妆已经带妆一天了。我那个看展穿的那个衣服，大家可以去他们的
店铺去买，他们的店铺叫娜娜，在我的那个 tag 里面有加，所以如果想喜欢那件衣服的话，只要是我没有就是店铺里没有的，我都会把穿的衣服的牌子写在我那个文案的底下那个 tag 里面，你们点进去就是那个衣服的牌子，那个蓝色的那个衣服也是，那个蓝色的衣服那个我也写加在 tag 里了，一般衣服我都会加到 tag 里面的。打掉了能接吗？欢迎周林。哦，你看一下我那个抖那个上面，他说我的那个直播一直在挂着，是有吗？没有吧？可能我刚刚退出，他没有挂，他现在已经没了。没在挂。哦，没在挂就行。谢谢。是不是有点糊啊？谢谢关注。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可以聊聊天。今天不卖东西，因为刚刚在旁边平台已经下班了。好久都没有在叔叔上直播了，叔叔上播一会儿。谢谢大家的关注啊！美女们，我们聊聊天，还有在线的吗？我们说说话呀。聊一下变美问题。谢谢大家的点赞。扣子呢？扣子在那旁边。他怎么了？他哪来了？这还是国内吗？小扣子这么可爱吗？谢谢大家的关注啊！Hello， 宝宝，晚上好呀。我这个妆带妆一天了都，下午的时候化的。有好用的素颜霜推荐吗？有的。那个宝贝，你把我那个素颜霜拿过来看一下，什么牌子？叫什么功夫吗？对，素颜霜叫功夫，它是有养肤成分的。草字头的肤，宫女的宫，功夫，它那个牌子是有养肤成分的，很适合夏天涂。我不卡吧？你想截个图？好，我让我妹妹去拿一下。宝贝，你去拿一下，他们说想看一下那个长什么样。你有空吗？拿过来给他们看一下。这
个睫毛好像贴到这儿有一点奇怪。可以。没有吗？那就在那个浴室里面。他那个底下好像有，不是在我的浴室，是在他们那边，在你那边的浴室。这样比较舒服一点，刚刚那个角度有点奇怪。是涂脸的吗？不是，是涂身上的。身上的话，我会涂一些带防晒的，然后会提亮的一些防晒加提亮的一些，它就会有那种素颜霜的效果。它涂身上是养肤的那个功夫的那个，等一下啊，这个也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它是涂身上的那种，然后会有点养肤成分在的，叫功夫吗？对，就叫功夫，价格好像也挺实惠的。之前我也是在抖上的波波街买的。脸上的话，你们可以涂一些带防晒的那些，会提亮肤色的，会好很多。涂脸的有推荐吗？涂脸的没有推荐，涂脸的我一般都会涂，防晒，因为它防晒我用的是那个 ZA 的那个一个国货的老牌子，它是有一点，有一款是偏紫色，有一款是那种提亮肤色的，我用的是那个白色的那个会提亮肤色的，它两个都可以，因为我是比较偏黄皮。然后偏黄皮涂那个紫色的话，如果不上粉底的话，有点奇怪，所以我会涂那个白色，是一个国货的老牌子，叫温蕾吧，还叫什么？叫 ZA 那个，就是其实正常的那个防晒，它都会有一点提亮成分在的。Hello Hello。Hello Hello。但是粉底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我爱用的粉底，因为我的粉底我一直这么多年以来用的全部都是那个植村秀的那个粉底，偏白色的那个，偏白一点色号的那个，因为我是黄皮，我需要一些提亮，所以我就会买冷白皮用的那个粉底。你来了 ，Hello， 欢迎欢迎，可以请我接头发吗？我前两天刚自费接完头发，昨天刚自费接完头发，所以近期应该不会去接头发了。谢谢大家的关注。下次也不用啦，我这个头发得好几个月才能接一次。我是经常接啊，但是几个月接一次也差不多行了。因为我头发只适合接片接跟水晶，我接羽毛的话会显得头很大。因为有的人适合接羽毛，然后我就不适合接羽毛，我就只适合接片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里面，它会接口比较隐形一些，因为片接对于我来说会显得我的头型比较好看，然后接羽毛的话就没有，会显得我只想自费，没有，因为我接头发这个方面一直都是自费的。不自费的话，我觉得他不会给我接得很好。
因为他有的人不花，你不花钱他就不会给你接得很好，他有可能只是想让我去拍个视频。不用了谢谢，那有机会的话去上海找你吧。推荐商品，我记得我的商品已经下车了呀，怎么还用推荐呢？在干嘛？没有啊，就聊聊天，纯聊天，纯聊天。不卖货，卖完了。欢迎宝宝们，可以打打字聊聊天，然后我很久都没有在叔叔上直播了，你们有什么需要问的，就是之前有一些衣服啊或者就是美美项目，可以就是打到评论里面我跟你们说一下，因为上一次直播好像都是一两个月之前了，一两个月之前，今天刚好有时间在书上直播一下。我们再聊一聊，它这个不能变低了，我的这个平时玩什么软件，我不玩什么软件，我只玩这个某书跟某抖音，我只玩这两个软件，别的软件不玩，别的软件没时间发，微博有，但是微博不怎么发，微博不怎么发的。抖音直播吗？抖音会上一些车卖一些东西，抖音也播，但是抖音这两天播不了，抖音这两天被封了，因为他这两天618然后比较严格，然后今天好像被封了好几天，抖音最近播不了了，正常评播可以，但是卖东西卖不了，今天这两天都卖不了。好的，可以。鞋码多大？59。好端端的问我先买干嘛？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点赞。Hello， 我平常是平面模特吗？KOL 算30%，
然后卖东西算20%，然后剩下的50%的时间和都是我自己支配，所以就是我的你说工作啊或者就是赚米可能就是分到50%吧，我有另外的50%的时间是自己支配的，想去干嘛想见了。Hello。我们刚上了一点，扯不下。叔叔上不准备上车了，好香啊这个纸。你好，钓到鱼了吗？我怎么钓鱼？我在这里钓鱼吗？钓到你这个臭鱼烂虾算吗？算不算？身后的话是版画，不是原作，是版画，1W 左右吧，没多少钱。后面这个是版画，是之前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送的，然后我家还有几幅画是不是一个作者的，是另外几个那个画师的画。谢谢谢谢，我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不清楚，所以我会动来动去，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让我的脸变清楚的地方。哎，这里好像还不错，这里吧。谢谢大家，不用了，不收陌生人的东西。你的话，如果希望你多卖一点，赚大钱，我们拒绝白嫖。
好看的话自费买也不是，也是不是也是可以的。谢谢 good， 欢迎欢迎。我好像知道我的首页推荐，通过我的首页推荐，我的首页推荐进来是哪个画面。我来看，帮我去看一下。不花钱，没有不花钱会不太好。我觉得花钱买了的东西才会有收藏价值，才会去珍惜。没有哎，没有推荐吗？对啊，他从发现页推荐进来的话，会有推荐页的画面的。哦，那可能就是我的那个脸上的我的主页图。还在这家吗？是。谢谢大家的点赞哦。今天是不是去美泰了？我今天没有出门。我今天没有出门。我这两天都没有出门。没什么女孩子，我要下播了，拜拜。